此话，游戏策划和玩家真的势同水火吗？好嘛，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，玩家和策划这两个群体简直就是相杀不相爱的典范。一边是遇事不决狗策划，另一边则是充耳不闻玩家言，策划天天被玩家挂在网上骂的游戏一抓一大把。拿出打末日生存的明日之后来说，游戏自开服以来就风波不断，策划更是成为了无数玩家们吐槽的对象。不过策划小陈倒是个思路清晰的主策，从上任起就一直站在台前与玩家沟通，还会定期在网上搜索玩家们的视频意见，不仅面对质疑没有装聋作哑，最近他更是直接在微博发声，对玩家集中反馈的五大问题及时做出回应，表示将会在新版本中优化改正。为表诚意，他还邀请玩家参与线下见面会，来一场面对面交流切磋。尽管游戏策划和玩家虐恋的故事有无数个版本，但像这样最后并且地道奔现的可不多见。小陈这言出必行有担当的做事风格倒是让人恨不起来了。如果他能一直保持这股子干劲，尽心给玩家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，这样一场策划和玩家的爱恨大戏，我还是很乐意看的。